现在玩的游戏是《仙剑奇侠传二》，然后继续有找一下我的攻略。我觉得攻略其实好像不太详细吗？然后上次把那个石板打掉，按 F。这石像是干嘛的？我看他有没有血。嗯，好像没有。还是他只是一个装饰品？中古石人，哦，怎么玩？节奏游戏吗？我看他有没有写中古石人。没写。我乱按吗？看来是无缘之人，是不是要到他打出来的那个旋啊？哎，哇，这个红色应该是混乱的，居然会打自己人。无缘。咚咚咚咚咚。无缘之人还是不对，咦，咦，不对吗？活动节奏也要对吗？不可能吧！哎，是无缘之人，到底我查一下，中古石人，他应该节奏都不会变吧？中古石人，咚咚咚咚咚，哇，这还有大拳啊！是咚咚咚咚咚，完了。那个钥匙哦，那个锁住的宝箱，哦，所以我要回去拿宝箱吗？亡命，咚咚咚咚咚。我们那边听到你的声音，
还是那个终身太长了。去开那个宝箱好了。有没有那个中古时的宝箱开出来的东西列表？开，什么机组颠阳符？哦，九天应元符，有一堆符就对了。像是不错的东西吗？符应该只能用一次吗？还是那是装备？一堆奇奇怪怪的符啊！这应该用一次就没了。好吧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用。哎，先停着打。这边的动画比较短，应该不会宕机，这不好说。没事，最后一块，嘿，原来怪物是这样生出来的。随机生怪啊，而且那个也不是随机的，什么条件就触发它生怪一样。这还有第二张地图哦。火灵符，
先存个档。两只全龟。太扯了吧，这个障碍。我有一堆行军单嘛，我没有全补的，补充药用了。好，剩一个，不要死啊！中毒欸，这个应该补得回来了吧？多一点啊！红色石板，然后呢，最后一件。自动存档完成。那我刚才不是看到一个要过地图的地方？现在那里只是一个死路，可以过地图啊，到底？这是路口哦，好吧。哦，没事，原来是路口啊。奇怪了，然后又多一个可以过地图的地方。原来是我走进去的地方。哦，四片都有了，不会宕机吧？那墙就消失了。多一只菩萨，后面完全没写这只欸，他就跑了。这样对吗？是不是你？你就跑了。关了，等一下攻略也没写。哦，然后他说把那个苏妹的布鞋换下来，两点身法留给自己。布鞋有加身法就对了，我没有换欸，还是我布鞋本来就穿在身上。空灵。魔锥，所以里面的宝物是那个魔锥，是不是？
啊，我要打 boss 吗？没有同伴，哇，宕了。哦，看来这动画不能看完它，会宕机。宕掉了。到底是什么原因宕掉了？多神奇！然后他好像有说那个可以改那个模式哦，可是我用那个模式的话超卡的，几乎没办法玩了。那我会把那段跳掉，然后又没得玩了。哦，又要看他跑一次。诱饵作战，又被当成诱饵，这段不能跳那怎么办？GG 又没得玩了。那是不是又要播动画？然后我就宕了，好厉害的魔锥！刚才有到这一段吗？哦，刚才应该是一个动画，然后我宕掉了，好吧。然后我玩 ESG 恐暗，可能把它按掉了。哦哦，所以那个到护壁上面了，自动存档完成。那我有多新功能吗？没有啊，都没开。仙术哎。分数也没有多，好废哦，主角。嗯哼，醒来往洞里走，应该是往这边吧。地图体应该是加属性的，还是其实不是？地图体，蒸汽最大体。他没有讲哎，这可以吃掉吗？这应该是放那个魔锥的台子吧，它已经被兄妹拔走了。好，那怎么弄这个洞出来的？怎么弄的？嗯哼，这个不是，这是怎么把那个洞弄出来的？再存个档。随时存档，因为会宕掉。那如果不要用视窗的话，不知道是不是就不会遇到宕掉的问题。啊，不知道哦。都没有飞龙探灵手，不管，都不能偷东西这样。虽然也不是每一只都爱偷。这个是不是有地图啊？好像又不是月亮山，还没到，所以就是个地图不够复杂，就那边有个洞，我先过来看这边。这边就捡鼠而果了。怎么到处都有洞？呀。所以会有这种食物的洞吗？当因此，这游戏的攻略没有一代详细啊，一代那个有够夸张，新的旧的一代都超详细的，那场景里面有什么东西哪都有，这边应该有东西吧？灵山先知。这代是可以捡的东西，好像都会做一个东西在上面吗？不是很确定，因为我看人捡的那都有做一些小东西在上面让你捡，然后好像可以用滑鼠直接捡啊，还是用键盘比较舒服。它有的捡不到的，像那个一开始那个地图的那个啥。青铜花哦，
要用滑鼠剪，应该是这样。我是不是又往回走啊？我不知道在干嘛。到底又刷新了。经验值这么少。诶，你有没有刷新？哦，有。这应该不会有藏在树丛的东西吧？诶，这里有东西。一个考眼力的游戏呢，这经验值真的好少、哦。唯一的战利品就是那个鼠儿果，哎，这没有东西吗？我刚才好像看到有东西。好吧，想太多，没东西。诶，这次又没有鼠儿果了，所以也不是一定掉了。有了，这次又有了。这个鼠儿果到底是几率掉落吗？一阳苦恼。哦，所以难怪他说这边都那个身法用高，可能一直逃跑比较省时间吧。我的布靴我已经直接穿在身上了，身法加二。我要逃跑吗？诶，五煞！哦哦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五煞之一是怎样？所以新功能是现在开的。该不会平常战斗就要在那边存虎式，然后那个十六式要用的五煞之一之类的？麻烦了，别设计了。那我要装什么啊？那伤害到底高不高啊？太低就不管它啊。打王之前要存一堆啊。哎呀，这样如果伤害太低，真的超不实用。他应该不会设计要多少点之后又进化这样子，应该是剧情等级之类的到我就学到了。好吧，不知道这代我应该没玩过，没什么印象，可是我玩过已经完全忘了。看完吗？先存着打。我要爬上去了。哎、欸，这里好眼熟，十里坡。哦，这个就那个一代，哦，不是一代，《新仙剑奇侠传》最后。普通结局的那个画面吗？还是其实不是？哦，对啊，就这个画面。那我那个滑鼠游标没办法。他一定会挡在那边。我想不到怎么办法把它弄掉。那直接在这边给你看结局耶，哇！该不会其他两个结局也有吧？虽然那个颜色不太对，五灵骨，呵呵，恭喜获得《新仙剑奇侠传》结局一枚。
跟阿宝，这个又是谁？我还要每个村民都问吗？我看看有没有讲什么。请你多捡点物品。不想碰村民了。虽然这个对话应该是可以看一下啊。经验又少得可怜，这代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十里坡圣神啊，这经验值真的，那应该也没有剑神可以学啊，还是换个名称。这一样是强力招式一样，三文钱，血玲珑，蜜蜂应该可以打蜂王蜜。不会掉，想太多这样，没东西，升级了，每队都有蜜蜂，每队最好的掉入物品是蛇果，然后就没了，魔术也没东西。蒸汽加一，是不是一直放招式又加蒸汽啊？那武术哎，武术该不会要一直用普通攻击吧？三，蒸汽是那个汽油。然后要去哪了嘞？遇到李易如又进不来了哦，所以遇到李易如就没有办法再去十里坡了，应该是这样吧。那个不捡好像也没差，烂东西。例如呢，小米、水生菌，那船怎么都不见了？还是这代船比较不好画？哇哇！
我这支线没写，所以解不解都可以吗？水之笛，我会使用吗？或是装备？看来不行。水之笛，它不是应该是佩戴什么的？居然没有。铁匠啊，我一换人了。打铁学徒，屠刀，防御加六，披风八十块，野旅降生法，也不是降生法，应该布鞋有加生法。我靠，同一个哦！完，看哪一个是女用的披风，还是其实是通用的？可恶！那义武到底在哪边？这间关门了，木匠店没开。哦，所以过来把东西给他。魔刀刀斧，所以不能拆刀斧吗？哦，不是，是要用别的绝那个绝技，好像打通周天呢。哦，五代夫家，方老板。方老板是谁？鱼嫂水生酥卖包子的小陈，他跟那些人对话吗？这里多一个人，王杯杯。
雨少。所以这对话也没有差哦。水生书还有一个谁忘记了，记忆力太差，不能记超过一个东西。这是水生书吗？还有一个谁？哦，跟方老板讲过了。喂，小女孩。哇，这太难对准了，新鲜的肉。紫色或灰色都不新鲜，还有紫色的。攻略没写，那这边太简单了就不写了。没关系，再进去问一次，他应该会跟我讲。还有一个人是谁？卖包子的小陈。卖包子的，哪里有卖包子的？卖肉的没有卖包子啊，哦，这个，我怎么就漏掉这个没有跟他讲话？哎，我、哦、他要对话两次，嗯，我不理包子啊，哎，所以水生书也要两次哦，哎，咦，喂。还有雨少，雨少不是讲过很多次了，不管，再去讲一次听听。嗯？糟糕，我卡关了，还是我第一个人就记错了。雨少是那个鱼，不是这个鱼。飞比鱼，鱼少在哪边啊？黑人不见了，来福神、旺财神，应该不是。红大娘、花莲酱菜，这两个都不是吧？来福旺财，应该不会在里面吧？里面应该只有个李大娘，欸，怎么多人？香兰，这人也太多了。这个听完会送东西吗？地址乱按。我都没有在看了，红按。诶，我看不能往下移。
边疆欸。欸，没了。啊，听完了。乌龙胆。嗯。应该也没什么用吧。你嫂到底在哪里啊？应该不会住在客栈。真假？到底还要跟谁对话？这卡关卡的好没道理哦。我去找一下文字攻略。有文字攻略。天使会卷。对话七次，那个可以干嘛？哇，哦，所以任务都是要对话很多次哦。好吧，错过应该就没了。啊，那个天使会卷，我应该解不了了。咦，还是他是每个城都有？南部绿裙女子对话三次，我去看一下那个到底是什么。绿裙哦。这个是男的，这不是他吗？这什么奇怪的设计？要对话好几次？阿宝，啊，绿裙，哪里有这个吗？咦，为什么多一只狗狗？
被马欺负这只小狗狗，被敲了两下，到底是谁在敲它？跟着那只狗狗吗？不想跟欸。哦，这个啦。好吧，错过了应该就解不到了。那只狗嘞？狗狗，那只狗狗呢？啊，翻攻略好了。自己家后面。哦，有我看到了，我看到那只狗狗
到底谁设计的？天香续命路，这样来回走。我出现的是李大娘，为什么这个音乐遇到大 boss 的音乐？噔噔噔，先出个打。到底是可以省下哪个水晶球？我不知道哪里有东西可以捡，算了。
这里。师傅肉？为什么会有师傅肉？是谁的师傅肉？机关很多，别乱跑。到底要去哪里啊？那个红绿通道还是可以过啊。说别乱跑，结果可以来这里。嗯，到底要我去哪里？怎样？还没跟青黄鬼讲话，他为什么站在这？就这么一句台词。人呢？人呢？咦？在这？咦？咦？现在人呢？不可能在迷宫里面吧？还有没有出发的？
小黑。我看看李大娘有多厉害，这样根本打不赢啊！换路波，李萨，失败。哎，才57。咦，15，必死。哎，反击有动，这到底赢不赢得了？看看有多少血。3000，哇，这应该不可能赢啊！我打不动他，然后。都靠反击赢吗？不太可能啊！哦，15，我要继续打吗？让他打死算了，必败，非常必败。我好没有打赢的，15。哦，接八招，所以打到一定招式就结束了。会给我第三次吗？人数加5，体力加10，原来是加属性啊。一定是偷偷的跟上来吧。哎，被传出来了，然后突然冒出一个小丫头。呵呵，打算招成。被发现，
上楼取钥匙，地板快擦了，全存的档。我看一下攻略，哇，这个地板，诶，都没有写啊。地板很容易塌，要多 safe。这有没有地图啊？塌了就掉下来。哦，然后就会塌了这样。这个有没有人做地图啊？这么麻烦，走半天结果是死路这样。哎，我过来了。刀也不用买。好，这种还有。哦，这就有老鼠了。零元钱，我的钱44，不，我的钱。很像护士而已，真的哦。护士不会掉钱，是什么坏设定？我已经没有钱可以掉了，打死他们钱会回来啊。60没有固定的钱。还是几率的问题。
不容易凑齐了16，留着打 boss 好了。就回到这里哦。哦，我破船了。嗯，那走回来的地板到底是怎样的？我好好奇哦。又摔了。看来是怎么走过去的？我很好奇那边有什么。摔了。呜，好远欸，哇！我跑好了。城堡城中都不见了。逃跑的快捷键吗？需要逃跑的快捷键，还是我逃跑一次，按 R 就可以逃跑了之类的？我都要去找一下有没有粮仓地图。先把这个一个洞掉下去的时候啊。我去找一下有没有先建了粮仓地图。粮仓应该有吧。哦，有，哦，那边就一堆宝箱就对了。我靠，欸，那么宽，等一下，还是哦，那是他走了掉下去的地方啊。神奇，我要照他红色的路线走。欸，哇，是要数格子吗？还是我就掉下去？哼！哇，这什么奇怪的设计？好麻烦。喂，欸，老鼠还会复活，不是复活，还会生新的出来。应该没有人会在这里抓老鼠的吧？关卡不能逃跑。那逃跑到底有没有快捷键？按 Q 吗？地图我都找不到路。Q 真的是逃跑。欸，哦，这样流畅多了。闪电好像会比较快啊，可是不一定闪得掉。我怎么还是要撞到？我刚才到底怎么闪的？算了 ，Q 比较顺手。今天不知道能不能把后面的宝箱拿起来。我后面也是很难走的。啊，我可以用滑鼠点，对不对？啊，滑鼠应该比键盘好点吧？可是其实也没有。
重新试打。你会掉下去。等一下，我为什么会掉下去？我是不是要走这条？咦？为什么？咦？怎么会这样？这样可以前进两格吗？又不行。两格可以，然后往这边呢？诶，这里可以走，然后我已经不知道走到哪里了，地板的破洞不够多。其实掉下去比较省时间，起码知道自己走到哪里。哦，过来了，好运来，一封一千，有没有说这边先不要捡之类的？我都讲完了才想到，我看一下，没写。好，我直接跳下去了，不要往回走啊。往回走超累，不如走这边，然后我回去一楼就收台。噔噔，好运来到底是干嘛的？拔宝吗？好运来，哇，加运气了。应该不会是装备吧？不是，金叉不能装。哇，这个红刀多买了一个。我飞挂蛤蟆是龙小虎的装备。哇！好，我走了一楼就收台。股市系统实在是很机车，居然没有经验值啊！是掉敌人不会掉经验值跟钱。好，那今天先开到这边，先收台啊。